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到家了。哈哈，有没有尿到里面啊？走，下去。还有你，走下去，一个老实狗。嘿嘿嘿嘿嘿，这家伙相当的热门啊，知道到家了哈，知道到家了。又一地的毛穗儿啊！谁说的这个东西能吃的？啊？谁说这个东西能吃的？谁说的？啊？这个东西怎么吃啊？给笨笨笨笨吃不吃？他才不吃呢，是吧，小黑？该吃饭了哈，该吃饭了。现在又到中午时间了，回来，哎呀，我饿得肚子咕咕叫啊！早上没吃饭，这中午时间又到了，也不知道吃点啥，先给他们做吧，先把他们喂饱，对吧？昨天我把这个给解冻出来了啊，这个给他们吃。这个是之前粉丝买过来的胡萝卜，也没吃过，在这儿放也放坏了，我去，我也是醉了，丢掉吧。看一下这个肉要怎么搞，把这个肉给搞一下。不行的话，把这个肉直接放进去滚吧，直接放进去滚吧。滚熟之后再切碎啊，就这样吧。隔着这个锅呀，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啊，肉香味啊！我操，我好久没看到过这么大块肉，好久没看到这么大块肉了。哎呀，他俩有口福了啊，有口福了。老实说啊，我感觉这个鸡胸肉还是比较好煮的，感觉没煮多久啊，然后它就好像熟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就是这样。哇塞塞塞，哇塞塞塞塞，然后已经拿出来了，再把它那个给冷一下，把水给冷一下。呀呀，好吃的不要不要，过来吧，走。好吃的不要不要的，好吃的不要不要的，这打渣子啊，敢给你俩直接吃啊，不要命了啊！分开啊，分开吃啊！等我一下，把狗粮先配一下，先放这儿吧。狗粮配一配。就开始准备吃饭了啊，剩下的这些给楼上那个狗。吃饭，对吧？要讲究，对吧？这里，坐下，回去，回去。要严厉一点。不严厉的话，瞎搞啊！面对美食而不什么？不动心，对不对？动心了没？来，小黑，好，吃饭，吃饭，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主要是安排他先吃，知道吧？就怕他俩抢的打起来，待会儿。哎呀，真的是吃个饭太不省心了，我觉得。哎呀，我天！
不能怼着就挑着肉吃开呀！我靠，不带你们这么吃的好啊！你俩都是这样啊，他也是这样哦，怼着肉怼开了啊，把狗粮吃了好呀！你看，你看，这每次吃饭这个肚子吸的跟什么一样，我天呐，都是这么吃饭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是啥理，啥意思。回去，回去，你吃你的，小黑。瞎搞！你还想抢他的饭？你现在啊，老实人干点子不老实的事儿，对吧？真瞎搞啊！嗯，你俩在这儿吃吧，我给楼上那个狗给它配一下，把这些给楼上那个狗拿上去，给它那个加点汤水啊，给猫兜拿上去，让猫兜吃一吃，给猫兜拿上去。马豆儿，马豆儿，马豆儿，嘿嘿嘿，马豆儿，哎呀，那家伙，马豆儿，好嘞，哈哈哈哈，马豆儿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又来了啊，毛豆的尬舞，对不对？好嘞，哎呀，哎呀，马豆儿，尬舞啊，尬舞可以啊，哎呦，马豆儿，好好来，尬舞舞一段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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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啊，哎，嗯，大概卫生给他搞了一下啊。你又尿了，我发现每次我上来你都尿，我也是醉了，好啊，好的吧，不带你这样的好啊，那不是瞎搞吗？你这样，啊，你这样不是瞎搞吗？对吧？狗粮有点多了吗？不算多吧。我对毛豆是不是太好了？我去，我的天呐！咦，我天，毛豆儿，看这是啥毛豆儿？毛豆儿，哎呦，吃吧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天呐，估计他也好久没吃这个了，也老早都想吃了，估计，哎呀，怼开呀，啊，怼开，先捡着肉吃吧。那是肉汤啊，汤水那个是，嗯，哎呦我天，哎呀，我靠，看你们吃饭是忒香了，我操，太香了。嗯，昨天晚上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把他给抱到里面了，就不知道晚上他有没有跑出来，搞不清楚。嗯，他是可以进去的，是可以进去的。他这份饭绝对是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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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营养，对吧？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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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，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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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肉。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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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啊！这么多超级放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楼下那俩狗加起来也没你吃的好，知道吧？毛豆，哎，看着它吃饭吃的这么香啊，我真的是要感慨一下，真的是人活的不如狗啊，真的是这样，哎。对吧？虽然这句话很多人在开玩笑这么说，但是，但是好像真实的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啊！我自己还不知道我中午吃什么呢，唉，肚子饿得咕咕叫啊，咕咕咕咕叫啊，像咕咕鸟一样咕咕咕咕叫。我的天呐，香啊，燥啊，香燥啊，吃完吐泡泡啊！你吐泡泡了没？啊？嗯，
我估计啊，你能吃个三分之一，我估计你都吃，哎呀，我天，打嗝了。我估计你吃个三分之一，我估计你都吃饱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也不用全部吃完啊，慢慢吃好了。哎呀，光剩吃肉了，这个肉确实顶饱啊，对吧？肉确实能顶饱。嗯，这个狗好一点的地方是啥吧？它好一点是吃饭比较细嚼慢咽。它不像楼下那两个狗啊，吃起来就狼吞虎咽的。它细嚼慢咽的属于，可能和它本身的年龄啊、年龄有关，年龄比较大了，对吧？吃饭就没有那么快了，对吧？能够慢慢享受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能慢慢享受，对吧？嗯，好吃的呗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嗯，你这个毛等到过段时间再给你剃啊，我觉得晚上还是有一点点冷，有一点冷啊。毕竟你一个狗睡觉嘛，在这上面，对吧？不吃了，毛豆。啊，你看你那个左眼，对吧？炯炯有神的。嗯，行吧，你在这儿吃吧，你在这儿吃吧，我不打扰你了，好吧？好的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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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喂。嗯，坏得很啊你啊，坏得很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坏得很啊？嘿嘿哈。嗯，嘿嘿嘿，好吃呗，好吃，说声谢谢，好吧。谁在下面叫？斑斑，斑斑，八个鸭绿的，你俩搁这干啥了呀？瞎搞啊，俩净瞎搞了。嗯，下去喽，你看我干嘛？嗯。给我磕个头吧，看你舒服的，嗯，看你舒服的，是不是啊，毛豆，啊，舒服的呗，嗯，有的网友啊不知道啊，说把这个给撤开吧，让它在这里面跑吧，这东西咋说呢，对吧？主要之前那个小黑生过病嘛，在这里，对吧？所以不是很干净啊，所以没办法把这个给撤开呀，让它在这里自由的跑啊。大家能够理解啊，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我下来了啊，看谁第一个迎接我。我下来了，看到没？明明啊，那个笨笨可以跑得最快，但是他非得落后啊。人家小黑都从来不想，对吧？人家就直接就冲过来了，还是人家小黑忠诚。我跟你讲，那笨笨就是一个谄媚的家伙，是吧？对吧？在古代，他就是一个奸臣，对吧？这就是个奸臣，对不对？嗯，坏得很。嗯，肉汤好吃的，肉汤好吃的。好了，肉汤都给它放进去了啊。哎呀，你没出息！你看你没出息那样，撒在地上还舔个锤子呀，直接就吃碗里面不就好了呗？对吧？哎呀，我的天呐，好香啊！我再通知一遍啊，吃饱喝足了，不要乱拉，好啊。其实这个狗我发现有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呢？就是它老是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发现这里啊、这里、这里、这里啊都一泡一泡的，但是白天的时候我又抓不到它，就是白天它不拉的，好像它都憋在晚上啊。所以你说这家伙就心眼坏得很啊。虽然是个老实狗，但是心眼坏得很，对吧？来，过来，嗯，来握手。它老是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啊，除非说笨笨狗过来了哦，它就非常的亲近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去打疫苗的时候是这个笨笨狗打了2针，小黑狗打了2针，小黑狗是第三针、第四针嘛，笨笨狗是第二针、第三针的，然后小黑狗还差一针那个狂犬疫苗。笨笨狗差一针，那个四联，还有一个狂犬疫苗嘛，估计再打，再带着他们，到时候再去一次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你俩那个别舔了啊，你俩别舔了，把那个啊，把这个车费给付一下啊。坐车不掏钱的吗？啊，坐车把车费掏一下，好吧？看病的钱就不说了，车费掏一下，好吧？啊，那笨笨狗那么啊，你那么舒服干嘛啊？你舒服的不要不要的，对吧？嗯嗯，这个狗就老是端坐，非常的威武。
看着没有那么大，就非常的威武。你看那肚子吃的，大家看那个肚子，跟怀孕一样。然后我刚才在屋子里面找到了一个昨天吃的剩下的包子。哎呀，到中午了，这也没饭吃，我也不知道吃啥，就把这个包子给吃了吧。我没吃饭呢，你俩都吃了了。不要看我，你都吃了肉了，你还看我吃这个包，我操，我也是醉的。我发誓这一星期再也不吃包子和水饺了，哎，